些它落空给你分析出来，你这个工艺所以它是这个分析机占多少。试试看，它不分也就好了。我有没有感受？我现在没有答案。也不分也明白。然后呢，受了这个难度，你还是保持我毫不费力的感觉很大。那你会精益求精的脏话、标准度，你启动你的强量。击球用出来，用心态，建立那个导航导弹，西方的导弹都在，所以甚至可以用来穿爆弹，从包括几百颗飞弹都打坏，这个什么地球的其他火箭，都是爆弹。听到哎呀，那是真的，真的。如这个，如果说他知道，他就是轻的单核，啊，产生，不可能有一颗单核，像一个东西的危险，对，他北韩失身一直失身，失到说可以控制到那个方向，上去，不会的。他们不是他的视线的弹道重多强，他们说哎，他成功了，他居然能够发射成功，飞过来到我这边侦察不到，完整不到，也许他心里都不是真的来的，因为他是没收集数据，这哪呢他都没有数据，他现在有代理也是，有些程度不需要先人品人讲。一定要找到，那你就忽略你的按部就班，完美的出师打手，一个人掌握好内门关，怕你怎样，怕你打大手，然后每一个大手都最好的就是关机。十都不了，
到十五七岁也是少说都五位。在巴勒斯坦中的他们都有一群学术上的这些人，那是很开放的群体的，很胆小。他吃草跑远，吃草跑远，牧羊犬追追追，他们没钱，几周年到了。技术的事，好，一个石头打到了，好，或者打到两个旁边，吓他跑回来两句，他天天这样喘，我们就是天天在吃什么，把手干，一天去了两把，成功一整天，而且如果有牛打蛇打七寸，腰快。就一个就经常就然后最后就打算了还没死哦，可是你们好了就疯了，然后哇那些菲律宾人哇吓到，连我们的大将居然背着小木桶，因为他们先打的话一个兵打因为他的老兵不是说聪明的机械，一定要身体的反应反应。再怎么重，就讲究尺度吧，力感吧，连老师的训练都没有，特别是程度又好，那你养成习惯，别打他。那如果没有一个对手，还是告诉你们，这对你差的没有什么一个价值，那你就没说。
谢师傅。